请默哀。2020年初的冬天，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像做了一场噩梦。在那个漫漫冬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失去了4000多名同胞。下面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授勋。钟南山故意把脚步走快了些，这样不显老。他今年83岁，是中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英雄张定宇。张定宇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他不想在习近平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摔倒。他是渐冻症患者，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城市公共卫生的守护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是百万医护人员、千万基层工作者和14亿中国人民打赢的。在武汉，经历过这场寒冬的人，当初都无法确定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穿越过2020年的寒冬，他们都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人声与车声渐渐在城市里响起，这是武汉复苏的爆笑声。来，稍稍一下，大家坚持吧 ，Let's go。年轻那个充满激情的武汉回来了，这次疫情应该是第1次活动吧，可是大家要开始一个新的状态，然后新的开始。官方宣布恢复了，自己的生活回来了，所以我们就说今年这个跳动舞我们一定要搞，中午今天燥起来。而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呢，来自同一家海鲜市场。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爆发点，华南海鲜市场备受关注。然而，最先爆发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是病毒的源头。新冠病毒究竟起源哪里？人类至今还在寻找答案。There was a spread among people in the Huanan markets in December, and therefore the market probably was a setting where that kind of spread could happen easily. But it's not the whole story, and we know that there was also spread among individuals.Who were not linked to this market. They were linked to other markets. They had no link to markets. So the picture is not clear in that respect. While there was most certainly a temporal and geographic cluster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et, not all of the cases in that initial cluster can be linked directly to the market. So the market is likely to have been a point of amplification. 病毒是怎么进入华南海鲜市场的？科学界还无法确定，但如今能够确定的是，冬季的海鲜市场低温潮湿，店铺紧邻，人流不息，这样的环境
能够让新冠病毒轻易藏匿、存活，并且四处传播。但2019年年底，这里的商户们忙于生计，对于身边潜伏的巨大危险并不知情。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关闭很久了，但摊位的招牌上还留着商户们招揽生意的电话。他们还好吗？我知道，那霍老师，我，哎，别挂了。要不我先给您加个微信，然后咱们约个时间去您那看看，可以吗？那位凡凡曾接触过武汉地区最早一批的新冠肺炎患者。先拉个位置，坐着坐着先聊，有个地方可以坐的。然后好多邻居他见到我就堵嘛。有一个姓荀的嘛，那个师傅，说他去世了。他以前在我们家做事，卖鸡皮下的了。他以前在我们家住，感觉都蛮伤心，你知道吧？身体蛮好，一个老师傅，人也特别好，嗓门大。我当时有几天是咳嗽，嗓子不舒服，我特别担心的。我还有小孩嘛，才两岁多，特别担心。啊，你们这个群叫难兄难弟姐妹群。对。难兄难弟还要带姐妹。凡凡的微信群，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商户的联系方式。我们在武汉血液中心见到了捐献恢复期血浆的陈清波。恢复期血浆能够帮助新冠肺炎感染期的患者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陈清波是最早的一批患者，这是他第五次献血了。我是2020年12月20日灵感觉不舒服的，但是休息的过程中感觉整个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他跟以前的做事累了不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返回社区的民警，就去打吊针嘛，就慢慢的严重了，直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在那边检查了，结果出来以后，把我吓一大跳。我这个肺有可以说有1/4以上是纯白的。与陈清波同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症状的还有卖甲鱼的李丽和他的帮工戴红军。我是12月20日，就是早上起来还好，然后过了一会就感觉身上没劲了，好两天又发烧，好一天也发烧，就这样反反复复，后来搞了10天，自己都觉得太不正常了。这一回开始说浑身没劲，脑壳痛，就这个马上后面有一个医生，所以是50块钱吧。我说两天不行，又跑拉一下，又说两天不行，那个说严重了，严重了以后，我就说这个不行，必须得去大医院，这个治不住啊。搭一个车去了中心医院。我们采访了27名武汉地区早期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余名。武汉本地医生以及赴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员。这些采访为我们勾勒出了2019年年底武汉地区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一种主要就诊路径。他们大多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先在居住地附近的小诊所打针，不见好转后多数去往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医。12月26日，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张继先见到了一对因发烧咳嗽前来就诊的老夫妇。这两个人 CT 片子很像，并且他们两个是一家人，并且这两个人的肺部炎症跟别的人，跟我们以前所见到的事情肺炎完全不一样。因为两个老人
他要家属赔，他就是他儿子嘛，他没做检测我们把他抓的要他做的嘛。一家三口同时得病的人，在以前我们看的非传染病的人很少很少很少。张继先将这一病例上报给了医院，医院立即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那个时候5点半下班的时候在采样，就是10点多钟不到11点钟回报的结果。这三例患者体内没有发现常见病毒。此后两天，医院又接连收到4例相似病情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这四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中西医结合医院院内会诊的讨论结果，围绕几个疑点展开。家庭聚集性发病是明确的 ，CT 影像学是从未见过的，患者临床表征不明显，但肺部病变严重。报这个市里面，我们考虑这个是病毒性肺炎，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这个可能有传染性，因为有聚集性嘛，就可能存在传染性，就是这样报的。所以这个就武汉市保卫健委疾控处很快就派这个金银潭王金银潭的黄山卢副院长跟这个吴医生吴文娟嘛，他们两位4点钟不到应该就到了。那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一听就是一家三口嘛，当时其实就有点警觉了，我说哎，我说你们做工作做得好细啊，我说你怎么想着问的四个人都是华南的呢？金银潭医院是武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当天从中西医结合医院转诊了9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另外2名是前述亲人的亲属。他们说主任外面来一个病人，我就过去看呢，我一看，我当时就说，我说你我跑到外面去干什么呀？他说我才来的。我说你谁谁谁不是？他说我不是。我说那你叫什么呀？他说他也姓方，知道吧？他说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你跟那个前面那个病人啊，我说你什么关系？他说我们俩是亲兄弟。过了一会儿，大概半个多小时吧，他说哎呀，主任又来一个病人。啊，我说你怎么自己又跑到外面去了？他说我又不是的。我说你跟刚刚那个长得很像啊。他说哎，我们是表兄弟。我说你什么表兄弟啊？他说我们是姑舅老表。因为那天一下说这么多就有点犯晕了吧，长得确实都很像啊，都一样的体型，一样面相，面容也一样。尤其是因为我们病人来过来的就戴了这个外科口罩，看起来简直就分不出来了。30号是很关键一天，这是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们组织专家已经讨论过了，找不到这个到底什么感染，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就要搞清楚，不清楚不能就这放着，就不能不清楚。金银潭医院对7名患者做了肺泡灌洗，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市政力团队收到了样本。对，他把样本他自己亲自送过来，就30号晚上，我是10点接到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出差。那接电话以后说是跟 SARS 病毒相关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心里很一惊，我说怎么会呢？我说怎么会武汉有呢？所以我其实当时还是很担心的，因为当时已经十点多了嘛，然后很那个大家都回家了，然后就马上就是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去做检测。石正丽是冠中病毒研究者，带领团队常年深入野外的洞穴，最终溯源出 SARS 病毒的源头是蝙蝠。他所在的武汉病毒所建有中国大陆首个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可以用来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我们把它检测出，就从7个里边就检测出了5个阳性。第二天早上一早，就是那一小段序列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学生告诉我说，石老师，这个病毒是一个新病毒。在显微镜下，冠状病毒形如日冕。在2019年的深冬之前，人类认识6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这些冠状病毒首先感染人的呼吸系统，危重时会引发急性呼吸窘迫，
2003年的 SARS 疫情，是世界第一次认识到冠状病毒的破坏力。检测样本的同时，金坛医院南楼四楼整个病区被清空，52张病床开始接收武汉全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2月31日下午1时许，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通报发现，27例病例，病毒性肺炎确诊，有待病原学检查。提示公众外出可佩戴口罩。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处置正在进行中。每条街都封，很吓人的。没有，好可怜啊。就是城管过来说赶紧把门拉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家那天1月1号元旦嘛，一般生意都比较好，包席比较多。然后我们对面的一个人说，他说你赶紧搞了，可能要停水停电了。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可以确定人类进化史中发现了第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对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没想到有这么大，但也就几天，我们想一个月不得了了。本来我控制2层楼，把这2层楼就收满就拉倒了吗？一层楼至少收40个病人，病人不是难以承受，只是他是不停的。对，就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很快，这2层楼很快就满了，另外还得清空1层楼，再清空1层楼，是这么一个局面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恐惧，你会感到很紧张。人类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因此初期缺乏成熟的防控方法，又难以确诊患者。全基因组测序虽然是个金标准，但检测时间慢，需要2天。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初步研发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一旦检测为核酸阳性，即可证明患者体内有病毒存在。这一方法比全基因组测序要快很多。我这块应该是提供了100多份。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其他的部分提供的，我不太清楚了。有时候呢，很明显的嘛，金银潭的病越收越多了，打电话的别的医院打电话要转的越来越多了，那时候很多情况下转不进去了。金银潭医院要扩大病区了，还有很典型的是发热门诊的病人也多了。1月10日，武汉市完成了对现有患者样本的病原核酸检测，样本来自武汉市各医院。当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其官网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因为我们做的核酸检测呢，是送到不同的地方做平行检测，2个地方都报阳性的，我们诊断它是；1个地方或者说没有检测报阳性的，我们当时不认为它是。在取样采样时，操作可能会存在误差。另外，试剂盒的性能、样本转运时的温度、实验室的检测环境和能力、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影响核酸检测的准确率。2020年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共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2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 COVID-19， 意为在2019年出现的冠状病毒疾病。
1月14号，我们委里边召开了全国的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国要采取措施，重视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大家说所谓人传人有没有这个现象？这当时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感觉了。反正到16号的时候，在医院还有100多个病人，将近200个病人，其他的综合医院的呼吸科都是一个病区、两个病区的收满了。1月上旬，金银潭医院里的流感患者数量多于新冠肺炎的患者数量。疫情初期，除了数字，更为关键的一个判断是新冠肺炎是否能够人传人。留给武汉的防控窗口期越来越小。1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了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他们需要奔赴武汉，研判疫情的严重程度，向中央给出科学的建议。4名院士，一名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一名重症医学专家，6个人都有着丰富的应对 SARS 冠状病毒经验。省里边开会，开完会以后就坐火车去武汉。那个时候一个最大的心理的感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深圳院那里头以几个病人的情况了解到，他们6个人吧，有5个去过武汉，另外一个没去，得了感染，所以我有很大的思考。19号的时候，我们高级别专家组在武汉这个地方工作了1天，那么他们也去看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然后也到医院里边也去看了这个病人，跟当地的相关的一些部门也进行了交流，包括地方的一些专家。跟他们在一起的这领导专家都很多，他们要我提供什么说什么，我就问什么问题我就回答什么问题。是当时就听到一些的话声音了，是吧？比如说武汉的疫情啊，是在往严重的发展呢，是吧？就怀疑有人传人了。当时我的话，心里的话非常着急，在哪儿？呼吸系疾病人传人，而且加上这个春运呐、密闭空间呐、春运知道吗？人山人海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爆炸性的传播呀。因为钟南山的话呢，他带头发问的，我就说。请你很明确地告诉我，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多少死了，跟我说一说。第三个，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也请你说一说。那么从他们这些现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包括跟这些同行交流的情况呢，一个是发现这个病例呢，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另外呢已经有了明确的证据，就是有医务人员感染，所以呢由此判定呢这个病毒具备了人传人的一个确切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晚一个星期可能出的就不是一个武汉了，要再多几个武汉，中国还招架得住吗？所以中国是千钧一发，你看过吧。明确了病毒人传人后，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即刻回京。当晚经过核准的信息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我们现在患病的人数是198个，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有，13个感染，就13个医护人员在这个协和的这个神经外科是被病人感染。我们19号晚上可以说是一个通宵在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常务会的这个汇报稿。当时汇报的重点恐怕重点是这个病已经有非常肯定的人传人的证据，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病已经能够传染医护人员，那就说明这个病的传染性很强，因为一般来说医护人戴口罩啊，一般的防护都有的。第三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多少人认识现在有一个这么严重的人传人的疾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警报拉响了。那天已经非常累了，很疲劳，所以有时候回答问题回答不上来了。我当时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这样，要告诉全国啊，这个病有人传人，这个病人已经传给医护人员了，就说明它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目前的这个资料表示呢，它是肯定的有人传人，同时医务人员也有传染。国家卫健委发布一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控制措施。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即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这个时代，万物流通，交通网络发达，更为要命的是，新冠病毒恰恰选择在中国临近春节时突然发力。春运称得上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武汉又是一个常住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为了阻止病毒的输出，武汉暂时关闭了离汉通道，武汉封城了。走走走，你好，车什么帮您？我想问一下，那个新闻里面说那个人坐公交都已经暂停了，是不是这回事？嗯，是的。你好，请问什么可以帮您？武汉不让出境了吧？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到9斤和80消毒水？您可以到药店的联德华去看一下，全部都断货了。我要回家呀！武汉封城了。你赶紧想办法吧。有什么办法？你是在武汉工作吗？在武汉工作，你总该有单位宿舍或者是。你住的房子总该有吧？是单位，还有蛮多。所以你就赶紧想办法，赶紧回宿舍，备一点吃的啊什么之类的。你这几天还得过啊。不是说针对你一个人，整个武汉都封城了。这天，任何一个对这座城市怀有真情的人，心里都在流泪。而那些正在努力看清病毒面目的武汉人，更焦急了。同事跟我说，正你赶快出去买点东西，说要封城了。我当时就坐那就开始哭起来，我就在电话就给他两个就哭起来了。这段时间是我可能一辈子哭得最多的一次，流泪最多的一次。走在路上，没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寂静的城市，就心里不自觉的会流泪的，是吧？没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我不停的要受病的。这个事情就这么一直就这么往前面在走。只是在20号的前后以后，病人是增加的更加迅猛。新冠病毒在积蓄了一段时间后，开始猛烈爆发。与封城同步，
武汉市几所医院被清空，改造成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最初的策略是7+7，七家大医院托管七家小医院，小医院被改造为定点收治医院。结果一打开了以后，就像这个洪水一样的，全部整个走廊有全部都堆满了病人，那么就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局面，然后整个队伍就排到马路对面，基本上就是我们排到我们这个这边的马路这边。我们22点开诊，所以就是24小时就是1420，就是这样的一个量。后面每天都是1300、1400、1300、1400这样的一个顺序，基本上每天都是1000多的门诊量，因为外面等待的住院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最高的时候收了340个病人，饱和了，饱和了，完全饱和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要等着住院，然后我们的床永远是不够的。床永远不够，我们就天天就跑这些医院，就催着他们要尽快的改造，尽快的把床位病区打开，然后我们这边就不断的在调医疗队到这边来，然后就是收病人。这次的经历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每次想起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受。我这个地方接到了很多人的求助电话，让我解决一张床位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促成我把我们的 B 超室腾出来收 B 超室，我们最早开始预计是收10张床，但是还是放不下，后面还扩到20张，扩了30张，就是我们以为优先，就是这些人能够让他得到及时的救治。所以当时这样一直一扩再扩，扩到最后实在是无能为力，没有地方能够控制。你好，陈省可以帮您。你好，我想反映一下，今天我要跑到区医院去，区医院去，我说他已经呼吸怎么已经呼吸困难了，已经不行了，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跟他抢救室跟他打点氧气，他们说人太多了根本就忙不过来。您先平复一下情绪，这个情况我马上帮您反映好吗？如果你在把我妈现在也感染了，现在也没办法。您好，市长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嗯，您说。12345，市长专线，这里受理市民各类诉求，解答疑问。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们这里先反映出来。1月20号之前，我们的那个整个来电量的话是3000左右。1月20号那一天，我们就达到8000。21号一下子就到了12000，到23号是第一个峰值，24600。那段时间接的电话很密集的都是什么问题？确诊的，然后就医的。然后就是，就是死亡。都会涉及到。当时正好我老婆发烧，她是在医院里面被感染了，然后我一个人就是要照顾她，又要工作。那个时候您就居家在办公，还在接这个电话？对。那这种心情肯定，对，心情蛮复杂的。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今天已经第11天了，现在最起码要能让他租进去，我没有别的法做要求啊，是不是？您一直在照顾您的爱人，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我，您还好是吧？我还好。先生啊，您先把话说清楚好吗？您我早疯了。是谁去世了？是我的爱人。他因为什么病去世的呀？肺炎，就是那个该死的肺炎了。我已经耐心呆了。这些排队的全部都是班级员工。有人直接倒了，正在抢救。
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况了啊？已经。把这个两边裁开，中间裁开，然后就分成这样单独的一片儿，然后两边扎孔。这个是那个输液针的头，我们把前面这个针头剪掉了，然后从这个孔穿过来，然后这边打结固定，它就不掉了，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接上去。武汉的医疗资源已经支撑不住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些医院遭遇的是百年来人类最严重的流行病。中国以封城这个决定拉响了国家警报，同时新冠病毒仍在扩散，它拥挤在人体、空气和信息之中，用未知去攻击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给自身的传播赢得时间。We also looked, for example,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BSL-4 level laboratory, and the state of that laboratory, and it was very unlikely that anything could escape from such a place. 我觉得就是说我只能说我做到一个科学家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就能停一下。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教授历时13年，找到了上一个冠状病毒 SARS 的源头。讽刺的是，新的冠状病毒似乎利用了这一点，使得一些人跳出来无端指责和抹黑中国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进攻性如此完美的病毒是否是人类理性的制造，来自实验室的泄露。流动不息的谣言使得人类对抗公共危机的效率大大降低，舆情有时就是另一个疫情。 Wild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infecting the internet. Hatred is going viral, stigmatizing and vilifying people and groups. The world must unite against this disease too. 人类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住，微生物和他们的媒介从不因人类划分的边界而驻足，他们接受的是大自然设置的限制，温度、环境、紫外线、体弱的宿主、流动性的媒介等等。 The virus thrives on division, but is thwarted when we unite. How is it difficultfor humans to unite to fight a common enemy.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家的人。2020年的年初，没有外地人能来看长江大桥，也没有人
能再坐上轮渡。隔离是防控传染病最为古老而有效的方式，城外的人被保护起来，城内的人在战斗。居家的买清茶，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冷挨冷，外地人去了湖湖行就来到汉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放的流行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这些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路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钟南山离开武汉后，有一天，他在武汉的学生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在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这个，所以那个唱歌唱什么歌，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这个国歌就是这样嘛，啊，要起来起来啊，所以这个话他自己很有感受，那也触发我的感受，所以当时我想，当采访我就说了，我说这是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镜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当未知编织的恐惧大网被刺穿后，很奇怪，在人们的心里反而涌出了豁出一切的勇气。很早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你要保卫我们城市，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说这么大的话，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我们要保卫我们武汉，保卫我们武汉的人民。三个晕倒的都是孩子啊，受灾了，受灾了，啊，这个危险啊，当然就是危险，对对对，现在每一个人全部都行动起来，要是我们是在一起，为了国家坚强，要冲！